来看看这间相当有特色的韩式烧烤店，店家的前身是有60年历史的废弃工厂，业者保留了旧有的建筑结构，像是窗台、烟熏的天花板，处处都可以看得到铁工厂的历史痕迹。除了装潢特殊，烤肉食材更是不同于台湾的韩式烧烤店。 5公分的梅花黑猪肉，油脂不断流出，串出肉香。入五花粉嫩多汁，两面煎到微焦，吃起来特别厚实，是老板千挑万选的活菌猪，加上贴心的周边服务，让猪肉嫩度口感呈现最佳状态。包入新鲜生菜，加上腌制小菜入口，清爽不油腻。那个活菌猪，它的饲料是用活菌种的，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抗生素。屏东港那边有一个。 他们算黑猪肉的工厂，那会选它的原因，所以它的肉真的很漂亮，吃起来也很有弹性，然后也很脆，也还蛮正宗的，对。然后他们的猪肉，我觉得吃起来也蛮甜，它的猪肉烤起来的话，就是还蛮爽脆的。不。 台湾韩式烧烤少见的烤猪皮，选用屏东黑猪皮，厚实微微油亮金黄，满满的胶质，先卤过去除腥味，烤到外皮焦脆，咬起来 Q 弹。猪皮我觉得蛮 Q 的，大肠也好吃，煎的就是他们会把油就是煎掉，脆脆的。 同样先卤过的烤大肠头，可是只有这里才有。我去韩国，他们是吃烤牛肠，可是说真的，我自己吃起来有点怕，因为牛肠里面油很多，所以我就是用台湾人比较可以接受的大肠头来做呈现。大肠很嫩，非常的嫩，而且没有骚，就是没有猪骚味。 生肉苞米饭犹如肉球，炸蛋开花，米粒在烤盘上快炒，令人惊喜的上菜秀，撒上起司与海苔，吃到粒粒分明的炒饭，也能品尝锅巴的焦脆，双重口感。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还蛮特别的，那个呈现的方式很惊艳，对，虽然就是一般的泡菜炒饭，可是整个呈现的方式再加上起司，还蛮不错的这样。料理起来它是用绽放的一个方式。 那非常的特别，有一个甜点，它是巧克力球，然后它会淋上那个热巧克力，让它融化，让里面的甜点出现，最主要是从这边来的。大火翻炒，在这里除了传统的韩式烤肉，也能吃到道地熟食。辣炒猪肉先用韩国水梨、辣粉等腌制入味一天，吃起来甜甜辣辣，超下饭。 牛肉火锅看似简单的配料，汤头可是很费工。用牛骨加入韩国辣粉熬煮，过滤掉多余油脂，加入蔬菜带出甜味，耗时两天才能让汤头喝起来辣中带甜，又有牛肉香气。黄春神碰回的正宗韩式蒸蛋，用柴鱼高汤和蛋液煮到8分熟，利用陶锅热气焖熟，让蒸蛋吃起来如蛋糕般绵密。 封一封小铁桶，装着新鲜凤梨果酱气泡饮，冰木棍式一整只的爽口凤梨冰棒，上再吃冰沙，一口烤肉，一口水果气泡饮，超过瘾。这间韩式烧烤烤的东西很不一样，用餐环境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从墙壁、窗户能看到历史痕迹，是走过一甲子的废弃铁工厂。一开始我是被它的铁门给吸引到的，它的铁门是那种折叠式的旧铁门，窗旁边的窗户。 玻璃都破了，然后就这样偷看，才发现里面哇，惊为天人。一开始我们这边这间店连地板都没有，都是泥土，然后铺那种钢板这样。在韩国当地，它有很多这种东西去翻新。 废弃多年的铁工厂保留原有的建筑结构，透过设计师的创意巧手，废物利用把遗留的器具变成餐厅摆设。所有可以用的窗片、门片，那我们都把它用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挑战。就是说办公室里的档案柜，那我们就把它做成餐厅的柜台。那像是焊枪，我们甚至把它作为这个餐厅的大门的门把。
店里放着韩国老歌，墙壁上依稀看到铁工师傅用粉笔做的记录。这间餐厅巧妙地让老旧时代记忆融入现代烧烤店，从店外到店内，仿佛经历一场时光倒流，在这里用餐别有滋味。记者黄颖重达新北市报道。